但我在会议室的角落看到，感觉好像有一组电脑零组件，于是我在好奇心驱使下就拿起来看看是什么东西放在里面。结果袋子里面放了一张 MHV660M Mode Wi-Fi 主机板，这张主机板如果再加上13代 i5-13600K 不就刚好是我推荐最佳最超值的游戏主机组合啊。啊，算了，没鱼虾也好，先借这一张主机板来拍摄影片好了。现在打开看看盒子里面还有缺少什么东西啊。什么，里面居然放了一张 MPG 力790i Edge Wi-Fi 主机板，这不就是我日夜思想要找的力790主机板吗？啊，但可惜呀，它却是一张 ITX 小主机板，而不是我需要的 ATX 规格大尺寸主机板。现在打开看一下，确认盒子里面是不是同样东西，免得又像外盒只用 B660 包装而已。Yes, 没错，就是它了。MPG 力790i Edge Wi-Fi ITX 主机板。好，没问题。